这个程生就是个老狐狸，还蜜月套房，一看就是想试探我。你也不用这样说别人呀，还是挺有心的。你看这一床花瓣准备的这么漂亮，都不忍心躺上去了。你在干嘛呀？他们把我们放在一个房间里，不就是想验证一下，我们到底是真情侣还是假夫妻吗？到时候肯定借着打扫房间的名义找寻证据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我要让恋爱的气息布满这整个房间。啾啾啾！高。大功告成！我从小睡大床睡习惯了，这个你得让给我。我从小到大也没睡过沙发，你要学会谦让。可是我是女生。男女平等，这样，谁先碰到床算谁赢。原地转三圈之后开始。厉先生，你输定了。哼，走着瞧。别偷看啊！谁偷看？谁是羊驼？啊！你没事吧？哼，我没事。管好你自己吧。啊！你呀，胜负心别这么强，手伸直了，走慢一点。别还没有碰到床，就把自己给撞晕了。不好意思啊。你，Baby，I love you，I feel you，I need you。我想幸福的理由，Because of you。偷偷蒙住你眼眸，告诉你我在你左右，Just you and I forever。Baby，I love you，I feel you，I need you。我想幸福的。告诉你我在你左右 ，Just you and I forever。好吧，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耶！你知道吗？对于我来说，那一晚就是这样的瞬间。你干什么？我丫头。苏显逸，冷静，冷静。他刚刚是在向我表白吗？那我这么突然跑出来，他会不
不会以为我拒绝他了？草率。这里的目的吗？你来这里是来找陈恒生的，不是来找对象的。苏雪夜，苏雪夜，你牙不疼了？跟谁说话呢？没有啊，我在上厕所。你上厕所怎么这么久啊？我困了，我准备洗洗睡了。真的，笔能借我一下吗？怎么了？写邀请函。邀请函不是都打好了？这上面的话太城市化了，我想手写一些祝福语。这笔是？是我考上大学那年，我爸送我的礼物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很少有人在用钢笔写字了。怎么，不相信我？那你考考我，你说我写。好呀。来。那我来说，你来写。我想和你一起生活。在某个小镇，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，我还要和你重温星空下浪漫的一吻。记得两年前我们在树下一起待过的那个晚上吗？忘了。忘了？你怎么能忘了呢？你等等，你干嘛？我问你啊，两年前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第一印象，心跳加速，挂在悬崖上，不心跳加速才怪呢。你呢？我和你不一样。你不害怕？我是心动。说实话，这两年多，我经常都会回忆起那天晚上的事儿，就像是放电影一样。现在我仍然记得那天的黄昏，仍然记得那天的星空，也记得星空下你的微笑。